地挖出，积水深度约1.5米。一辆公交车和多辆轿车被困水中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以后，乘坐装载机进入深水区，利用铁锹清理水底的淤泥，打开堵塞的下水井盖，排除积水。由于积水和淤泥的原因，路旁一个公共卫生间的门无法打开，两名老人被困在卫生间内。消防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将门打开以后，把老人转移到了安全地段。
在一个在建的地下车库内，积水达到了40厘米左右。消防人员利用手抬机动泵、浮艇泵进行排水。经过2个小时的救援，积水被排空。截至今天下午1点，西宁城区的积水基本排空。交警说一声你们辛苦了，我们如果要是有及时的路况消息的话，希望我们可以再次连线。嗯，好的，好，感谢，再见。所以在刚才的连线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路段现在积水还是比较厉害的。另外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，微笑着悲伤说，主持人，小桥区桂南路14中怎么走才好呢？刚才白鹿帮你看了一下路况，如果你在小桥的话，白鹿建议你可以走北线，因为北线目前看上去的状况并没有压车，是一路畅通的。而且北线的话，它地势相较市区来说还是比较高，所以这一边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积水，建议您可以走北线。这一位名字 Pure 妹吗？啊，我要是念错了，不要怪白鹿啊。他说想问一下，去贵德的路。没法走了，那没法走了，这怎么弄啊？前两辆车也不走了，怎么弄啊？这些车，哎呦，操！哎呀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你看俺的车都泡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车里都过，我操，在这里开闸放行，要不然真没法走啊。青岛的二手车市场完了，哈哈，青岛的二手车市场完了，全都是泡水车。